SKT 以3-2逆转战局打败 RMG 挺进最终冠军战，这也是 SKT 连三年打进冠军战，取自 LOL Esports FLICKR。记者陈耀宗综合报道，英雄联盟 S7 世界赛本28日进行四强赛事，由韩国 SKT Telecom T1 对上全华班中国 RNG， 在全场地主粉丝加持下，前三局 RNG 以2-1把 SKT 逼入淘汰边缘，但 SKT 不愧是三届冠军，第四局便阵换上 Peanut 打野，顺利将微米战况扭转，加上中路 Faker 加里 OU 一操作，最终还是以3-2逆转战局打败 RNG 挺进最终冠军战。本次交手也是 RNG 继前森皇族在 S3 冠军战输给 SKT 后，再度在最高殿堂输给对手。二首局 RNG 先选择沈 Lat 施瓦尼 MLXG 马尔扎哈 Zaru 图奇 UC 与珍娜明 SKT 则是冈普朗克 Hunoi 扎克 Blank 加里欧 Faker 崔斯塔纳 Ben 与布里茨 Wolf 取自 Twitch。开局 RNG 展现招牌队伍联动，先是在7分钟小龙池前碰撞收下两颗人头，接着又在下路5-4击杀加里欧 Faker， 靠着视野优势率先拿下6外塔，掌握分推节奏。27分钟二度尝试开巴龙成功，双方打出3-3，很快的两边再度与红方野区交战，这次换 SKT 抓下史瓦尼 MLXG， 又于中路收下图奇 UC， 也让 RNG 巴龙优势没有发挥到。但36分钟 SKT 三人被 RNG 全员包夹收下两颗人头， RNG 果断打进高地收下兵营后回头吃下第二条巴龙， SKT 想用远古巨龙做交换，但却被史瓦尼偷下，接着被赶来的 RNG 打出一波零换四，最终在38分钟拿下首胜。三第二局 SKT 先选卡密尔 Hunoi 古拉格斯 Blank 加里欧 Faker 法洛士 Ben 与雷兹纳 Wolf， 候选的 RNG 则是纳尔 Lat 夜曲 MLXG 马尔扎哈 Zaru 图奇 UC 与瑞鸿明，取自 Twitch。开局 SKT 中野组合积极跑线，5分钟就收下首条小龙，下路也同步开杀，尽管夜曲 MLXG 接连收下古拉格斯 Blank 及卡密尔 Hunoi， 但加里欧也赶到击杀夜曲。18分钟 SKT 中路召唤预示者推倒中外塔，视野打开后，加里欧 Faker 展开优异游走支援，助队伍取得巴龙与第四条小龙，靠着巴龙 buff 开通两路兵营，30分钟会战再靠着加里欧英灵之门轰炸控场，助队伍拿下4颗人头，顺利追平比数。四第三局 RNG 先选择茂凯 Lat 施瓦尼 MLXG 雷兹 Zaru Fan UC 与塔里克明， SKT 则是卡密尔 Hunoi 扎克 Blank 加里欧 Faker 崔斯塔纳 Ben 与 Lolo Wolf， 取自 Twitch。开局双方中路成为打野重点照顾对象，也各有取得击杀，但相较雷兹发育较好，早早取得两颗人头提早发育。13分钟 RNG 策划四人夹杀收下加里欧 Faker 及崔斯塔纳 Ben， 并取得预示者在手下 SKT 级截推塔企图。20分钟 RNG 于中路旁野区打出0-3拿下巴龙，靠着这波优势打进对方高地，眼看卡密尔 Hunoi 仍在分推， RNG 杀红眼直接拆掉对方主堡，成功在23分钟就收下胜利。五第四局 SKT 先选纳尔 Hunoi 古拉格斯 Peanut 加里欧 Faker 寇格摩 Ben 与 Lolo Wolf， 候选的 RNG 则是蓝宝 Lat 加文四世 MLXG 雷兹 Zaru 图奇 UC 与索拉卡明，取自 Twitch。
面临淘汰边缘的 SKT 感觉变阵，由 Peanut 上场取代 Ball NK， 但开局三线人成劣势。13分钟雷兹 Zaru 更收下古拉格斯取得首杀， Peanut 18分钟又一波三加一成功收下纳尔 Hinoy， 但 SKT 也趁对方转线空档连拿两塔。24分钟 SKT 又在巴龙池旁先把加文四世 MLXG 打残后假开巴龙，等 RNG 上前防守后突袭打出团灭，顺利收下巴龙，取得六外塔优势。尽管下一波高地前进攻被对方加文四世搭配蓝宝 LAT 大绝融化四人，但三分钟后 SKT 重返高地，寇格摩 Bang 先是喷死突袭 UC 蓝宝也跟着死亡，最终 SKT 打出零换五，成功在32分钟推倒主宝六。第五局 RNG 先选择沈 LAT 李星 MLXG 库奇 Zaru 崔斯塔纳 UC 与塔里克明 SKT 则是纳尔 Hinoy 加文四世 Peanut 加里欧 Faker 凯特琳 Bang 与 Lolo Wolf 取自 Twitch。开局双方打野不断争夺下路视野，防止自家 AD 被 gank， 而上路纳尔 Hinoy 几乎是打穿对线的肾 LAT 也让库奇 Zaru 选择与肾换线防守，但清兵较慢的肾来到中路，等于是解放家里欧 Faker， 让其开启游走支援模式，顺利打出破口助队伍取得三外塔。随着巴龙现踪，两边都尝试开启未果，直到33分钟 SKT 抓下落单的李星成功吃下巴龙连拿两路兵营，39分钟再抓下吃远古巨龙，随即靠着大纳尔一推二让李星及库奇瞬间融化， SKT 打出一波 ACE， 最终在40分钟拿下胜利。七 SKT 教练 KKLMA 在队伍1-2濒临淘汰之际，选择换上 Peanut 取代 Blank 重整套路，也取得成效。取自 LOL Esports FLICKR。